欢迎来到 AI Shell 一语音识别实战课程，讲师有丰富的理论教学和工业落地经验，出版教材《语音识别原理与应用》，介绍声学模型、语言模型和解码器，深入浅出，容易理解，让学员快速入门，掌握语音识别关键技术。同时结合 CODI 详细介绍 GMM、HMM、DNN、HMM、Chain 模型的训练过程。本门课程共两位讲师，首先是洪清扬老师，厦门大学副教授，天聪智能创始人，主要研究方向为声纹识别、语音识别，先后主持国家自然基金两项、科技部创新基金两项，牵头组建厦门大学智能语音实验室，带领 Smart Speech 团队连续两届获东方语种识别 OL2 竞赛第一名，发布声纹识别开源工具 ASV Subtools， 助力国内外学术研究，具有丰富的工业界研发经验，核心技术应用到华为手机、基金证券、电力调度等领域，结合本地特色，成功研发闽南语识别和合成系统。2020年6月，出版专著《语音识别原理与应用》，担任 IEEE TASLP、ICASP、InterSpeech 等国际期刊会议审稿人，以及2020至2021年全国声纹识别研究与应用学术研讨会主席。然后是夏世鹏老师，厦门大学智能语音实验室硕士，天聪智能语音算法工程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语音识别、语音唤醒。本门课程共八节，分别是语音信号基础、声学模型、语言模型、 WFST 解码器、 CODI 工具介绍、 AI Shell 一数据准备、 GMM HMM 训练和解码、 DNN HMM 训练和解码、 AI Shell 二 Multi CN 进阶训练。学完这门课程，我们有哪些收获？深刻理解语音识别基本原理，从零开始搭建语音识别系统。这门课适合哪些人群？希望入门语音识别研究的学生，希望到工业界从事语音识别研发的工程师。学习这门课需要哪些基础？ C++ 和 Shell 脚本编程能力。我们的服务有哪些？超强讲师阵容， AI 实战课程，课前学习规划，课中答疑服务，课后就业推荐。脚本通过调用训练图编译的工具，把训练数据中的每一句词级别标注都转化为对应的状态级别标注，并且使用 FSTP 格式保存。那这个解码它可以有多种可能，就是从任何一个词的第一个状态开始都是有可能的，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不同颜色这个起点都是允许的。为保证课程学习效果，学员名额有限，报名咨询请联系学习顾问，微信与手机号同步 156-0123-3620。